好，我是冷静，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呢，跟集美们做一期帽子的集合分享。怎么说呢，帽子也这么开心，因为静姐每天打开镜头想到跟你们交流就很开心，尤其是三四月份天气很好很暖和，我那颗喜欢帽子的心就开始蠢蠢欲动。其实我觉着春天和秋天都非常适合选一顶帽子，完成整身的搭配，会让整身的 look 显得与众不同。那么我自己呢，还有一点会认为，因为我的头发发量不是很多，然后我是那种头围很小，大概53-54厘米的头围，可是我的脸盘比较有轮廓，就是头小脸大，所以其实在我选帽子的时候还是有比较注意的点。那可能冬天的时候我们更多选的帽子呢，是希望它能够防寒，那么既然防寒就可能不是那么的好看。那么夏天呢，特别热的时候，我们又担心说这个帽子太重了，会压的发型会变啊，会头发出汗，所以我觉得春天和秋天是特别适合选个帽子的季节。所以今天呢，我就跟你们一起分享我衣橱中7款不同的帽子，还有那些我喜欢的品牌。在介绍每一顶帽子之前呢，我也跟集美们做个小背书哈，跟你们聊聊我到底什么时候会选择戴帽子。因为帽子有的时候觉得它并不是衣橱的一个必备款，但有的时候又觉得那么的必要。基本是两种情况，一种就是我要美要美，我要凹造型，老娘要最美。所以比如说我穿一件羊绒大衣的时候啊，或者一件漂亮的洋装的时候，我可能会选一个大檐的 Fedora 毛呢帽，或者一顶漂亮的 Border 的这种草帽。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很懒，我好几天2-3天没洗头，或者我昨天熬夜，我的黑眼圈我真的不想让别人看见，我又不想去化妆，我要赶紧出门送小朋友啊，或者说取个包裹之类的，这时候我就会戴上一顶 baseball 棒球帽或者是渔夫帽来遮遮丑。你们可以在留言或者弹幕区告诉我，你们到底会什么时候选择戴帽子呢？那今天呢，我们说的第一类帽子呢，就是我身后这些，我衣橱里面最多的就是 Fedora。 其实我想了想，可能是真的是很巧哈，在我不了解这款帽子历史之前，我就发现它蛮适合我的，而且我觉得它适合的这种脸型啊或者人群比较的广，包括男生女生都会适合。那我们常见的一些 Fedora， 像我手边的这些是毛呢材质的，但其实我们夏天也会有很多这种草帽啊，或者说这些 rabbit 啊，就是兔毛啊，或者羊绒材质。那其实我觉得这顶帽子我非常就这个款式的帽子我很推荐，是因为它已经有时间见证，它是一个相当经典的帽款，已经有130年的历史。但是我呢，也是我觉得跟你们一起成长，在我做每期视频的时候去不断的学习，其实我才发现 Fedora 真的是一个网红帽。为什么是网红帽？它其实是在130年前有一个法国的剧作家，他创作了一个剧，一个 show， 然后所以那个 show 的名字就叫做 Fedora。 他讲的其实是里面一个公主，那个公主的名字叫 Fedora， 然后他戴了一顶这样的帽子，并不是这个帽子一开始就叫 Fedora。 就像我们知道这个 Prada 的杀手包，就我们一开始就不知道它是什么包，但是因为碟中谍四里面一个女杀手背了那个包，所以大家都叫它杀手包，其实跟这个帽子来源是一样的，所以它一下就火了。然后火了之后，就当时它是女帽嘛，一开始所以很多女生就非常的喜欢。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就是那个爱德华八世，就是那个英国的王子，爱美人不爱江山，他真的在流行界也带起了很多风潮。后来因为他男生戴了 Fedora 的帽子，所以一下男生们也非常喜欢这款帽子。那么一会儿呢，我可以跟集美们去介绍介绍在我选的这些 Fedora 里面比较喜欢的一些品牌和一些不同的这种设计款式。那么说到 Fedora， 一定要跟你们提的是 Maison Michel 这个品牌，因为也是这个品牌由我喜欢这款帽子了解到这个品牌。我觉得虽然它的定价比较的贵，可能它的一顶帽子普通的要在650美金左右，它是一个有85年品牌历史的老牌法国帽子的制作商，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款式，当你的 budget 越来越充裕的时候，你一定会想知道更好的一些品牌，或者了解在帽子这个领域里面做的翘楚的一些品牌。那 Maison Michel呢，就是这样一个品牌。那么而且我觉得它的品牌价值在不断的有所提升。那就像我刚才说的，在85年前 Maison Michel 老先生呢创立了这个品牌，后来他也把它移交给了其他的一位夫妻来托管，并且这个品牌在1997年的时候加入了 Chanel 的手工坊，所以也就是现在我们买到了很多 Chanel 的帽子也好都是出自于 Maison Michel 的。那么说到我身后的这三顶哈，其实小中大，是不是静姐的脸越来越大，怎么选的帽檐越来越大。
其实我有跟你们讲哈，因为 Maison Michel 确实比较贵，所以我一般都是在期末打折的时候愿意去它捡漏啊，去选一些。那么这顶草帽呢，其实是我之前跟你们讲比较接近于最原始的 Fedora， 你看它的帽顶的地方都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只是帽檐比较的小。那像我刚才跟你们讲，我脸比较有轮廓，虽然我的头围比较小，可我脸盘比较大的话，我觉得这种小檐的 Fedora 就不是很适合我。那我买回来，我就觉得我一般会买小号，可是这顶就觉得格外的偏小，所以我戴上以后就像架在我脑袋上一样，我戴的就不太多，就给我小朋友去戴了。接下来这顶我觉得其实它的受众更多一些，它也是比较经典的这种帽檐的宽度，然后因为 Fedora 整个的这个帽子嘛，它基本上的样子都不会有太大的偏差。但是我这一顶呢是羊毛材质的，所以它更柔软，摸上去啊，包括帽檐的这种垂坠感。那么其实这也是为什么就好的材质肯定它会更贵一些。那 Maison Michel 呢非常善于在这些帽子的细节处啊增添一些小的细节，其实这样的帽子我觉得你选一顶一两顶就真的能够在衣橱里面搭配很久的时间。然后接下来的这一顶，我印象里应该是我看到折扣买的。就像这样的帽子，它原价$1000多的话，我买一肉也是很疼的，所以我肯定应该是在折扣季买。然后我觉得这样的帽子就简直了，超级的优雅，有没有？就是那种你戴上之后气场1.8-1.9，就一下子与众不同。当然了，我觉得这样更大檐的 Fedora 呢，它确实不适合日常，或者说我们每一个人戴，它需要一些比如说大衣啊或者特殊的场合。但是呢，衣橱里面有一两顶这样的帽子就足以了。那说完 Maison Michel 呢，有另外一个品牌我一定要提，也是从 Fedora 我知道这个帽子，或者也许是因为那个品牌我开始爱上 Fedora， 是来自于 Rag & Bone， 它是一个纽约的品牌。那么它其实是一下就年轻了很多，它结合了很多它觉得是这种伦敦的设计风格，但是呢又结合了美国这种纽约街头的这种感觉。那么我手边呢没有它的这个 Fedora 的毛呢帽，我应该是在我最早的时候我应该先入的是他们家，但是我可能把它已经带回国了，我之后会配图给大家。那么我手边有一个Rag & Bone 的草帽，然后另外呢这顶呢，其实我是想说，就是在我们日常的穿着当中，我觉得像刚才那些绸缎的 Fedora， 它可能更多的有一些仪式感，可能需要你去 dress up 一些。但是我觉得像这种草帽的 Fedora， 或者说它这个皮，就是这个ribbon 的这个边呢，变成了这种皮边或者更细一点的，其实反而更日常，更适合我们搭配一些窄裤 T 恤。那么说到这一顶呢，它是来自于 Rag & Bone。其实呢它的这个 Fedora 帽子呢跟那个帽型是比较像的，但它是这种黑色呀，还有一个Oliver 这种橄榄绿的颜色都非常的好看，我应该能够找出一些我原来佩戴的图。那么这个品牌我非常推荐给大家，因为它的这个帽子的材质也很好，但是呢入门的价格呢应该是在$195，并且你可以戴很久，所以我觉得 Rag & Bone 呢也很推荐大家去看一看。接下来我们来讲一讲 Border Hats。其实我发现，我的衣橱里面也有不少 border hat 哈。其实我们听名字就知道 ，border hat 就是船夫帽。其实它最早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威尼斯的那些船夫们戴的。但怎么就现在让我们这么多女生会喜欢哈？其实，在我手边的这顶毛呢帽呢，它更接近于最早的或者男士戴的这种 border。那么女生戴的很多，你们有看这个帽檐都比较的大，其实大一点呢就显得更优雅一些。那么其实呢 ，border hat 也要感谢于 Chanel 女士，她其实非常有名的就是曾经大批量的去收入一些这种 border hat， 然后作为加工之后呢，一下子就把这个帽子戴了更有细节感和生机感，所以一下也能卖了更好的价格，并且被更多的这些女生们去喜欢。那么在我手边的这顶帽子来自于 LA 的一个品牌 Janisa Leoni， 其实它是一个加州的品牌，然后它也是专门做帽子的帽子的名字呢也是这个设计师本人的名字，他的帽子大概价位在$200多，也有很多不同的这种款式，你们可以去看一看。那么因为相对于 Chanel 这样的帽子来说，$200 versus $1000的话，我觉得日常戴的话这个就足以。但是我挂在这儿你们可以看到哈，其实两种帽子它的材质啊，包括它这个帽型的这个感觉呀，还是有不同的区别的。那肯定这些designer 的帽子呢，它的做工更好一些并且它选择的材质更好一些。那么说到这些 border hat， 有一顶我觉得Gucci 的这个帽子，我还真的因为它的这顶 border hat， 我开始喜欢这个
去多留意一些。那可能 Gucci 的服装并不是特别适合我，但它的帽子我每一季必去看。一来我觉得相对于 Chanel 来说呢，它的帽子的价格稍微略好一些，另外就是你想买就可以买到，我觉得这个就很方便，因为 Chanel 它在官网上面每一季出的什么帽子啊，包括你购买并不是很方便，但 Gucci 你就可以选择很多，然后价格也很清晰，并且你看它的这个 border hat 的做工也非常好，它里面有这些金丝线啊，然后细节的蝴蝶结，包括帽檐里面这个粉色的绸缎也超级的漂亮，并且像这样的一顶帽子，我会知道它，因为它每一季都有，所以它不会打折，那我买了也比较放心，我早买通货膨胀来说它也算稍微早便宜一点，那么这顶帽子在我的衣橱里面至少得有两三年了，而拿出来以后又非常的新。接下来呢，我们来讲讲 Baker Hats。 其实呢，我觉得这个 Baker Hats 虽然这放了三顶哈，其实对我来说这两顶真的是今年或者是上个月刚买的，这个是昨天才到的，这个应该是上个月买的。我真的，你们看我很多街拍的照片哈，真的一顶顶十顶的就是这个 Baker Hats， 我超级的推荐。为什么？因为你可以选一个非常简单基础的这种深蓝色的 Baker， 然后加不同的装饰啊，像胸针也好啊，我一会儿想给你们划进一个，我一会儿试一试会不会成功的，就是用胸针然后加一个金色的链条，然后显得也应该幻想一下应该会很好看。就是这个帽子真的有很多你可以 DIY 然后往上增添不同元素的地方。然后就是这个 Baker Hats， 它其实是这个，我们听名字嘛，就是这种小报童，我们经常会说的男童帽。其实呢，就是 Baker Hats 虽然是男童帽，但不一定非得是男孩子戴，我们女生戴也很率性，很像 Tomboy， 我自己就很喜欢。而且我觉得这个帽子真的是属于可以 dress down dress up， 就是你可能精神状态不太好的时候，你就把帽檐压低一点，它有一个帽檐，如果很好很率性的话呢，洗了头之类的，我觉得戴高一点也很好看。然后就说到说这个材质哈，这一顶呢是毛呢材质的，然后并且我想跟你们讲，好的帽子其实最快速分辨它的办法就是它是不是分码，就它分不分头围的号码。因为这个是男童帽嘛，我特别开心，就是能够找着一顶我能够戴得住的，这样不会怕它比如说大了跑了这样的。然后说到这顶是我上个月买的，我一会儿配个街拍图，我超喜欢这个感觉，它的这个帽檐这块稍微比较高一点，然后帽檐也大一点，但是我想说就它也是分号码的，并且我非常喜欢什么呢，就是帽子再分号码它应该也有是两三厘米的差别，比如说我是54的头围，但是它小号可能是56啊或者是55，但它这个就有一个松紧带，就可以说大一点小一点都能戴，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既有分号又有这个松紧调节，我觉得特贴心，而且不担心风把刮跑了。然后这个主要是因为颜色的不同我买它，然后这一顶 Oh my god， 这个我借机终于圆了我的梦，堂哥到时候听见说你又瞎买东西。然后这顶其实我一直特别喜欢，它是俄罗斯的这个 Bygansky， 就是俄罗斯一听就俄罗斯的这个牌子，它是2015年才成立的帽子品牌，然后做的很多都是这种军装风格的这种 Baker Hats。 然后我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没有选是因为它出了很多深色系，但我想我有这顶了，其实我还是觉着就是尽量能够去 DIY 啊，或者重复利用你有的这些单品，一来比较环保，二来的话其实也是比较节约时髦，是环保也是一种时尚，对不对？环保对整个的这个我们大家的这个环境也是比较好的，所以我就没有去买其他深色的。但是我这一季看见它有这个帆布的这个奶白色的，我觉得超级的温柔，而且又是这个你看有这个珍珠的这个装饰，我觉得很女性很优雅，所以我就买来了。而且我觉得它的价位特别的好，是因为就是现在有很多商家开始卖他们家这个帽子，在猫三上就有很多差价，然后这一顶我就是我就看着它有很多不同的价格，然后选了一个最划算的买来了，很开心。接下来这顶贝雷帽我已经戴好了，为什么？因为静姐的衣帽间里只有这一顶。其实我觉得哈，我是一个比较勇敢尝试的人，我也希望你们通过我的视频能够看到更多不同的选择，然后选择适合自己的。那其实我自己在服装这些单品选择上来说，其实就真的很喜欢去买来尝试，有些我觉得确实很好看，但是我自己知道就是说戴上以后并不是我个人的风格。我觉得 Burry 的帽子呢也是在帽款里面非常经典的一款，但是 overall 给我的感觉可能更，其实我今天这么戴感觉还是有一点英姿飒爽，一会儿我跟你们讲它的历史。但其实我一想到 Burry 更多想到的是一种法式的优雅呀，这种文艺的气息。那么其实这款帽子是源于19世纪的这些法国的阿尔卑斯山地面部队开始戴，后来有一些西班牙的部队也在戴，其实我们到现在很多的这些国家的部队啊军队里面你也不难看到很多这种 Burry 贝雷帽的身影。那么因为呢法国人民非常热爱这顶帽子曾经还把它设为是国家的这种国帽，所以也不难想到说为什么我们一想到 Burry 这种贝雷帽就能想到法国的这些风情。那么我们也在很多的美剧也好啊时尚剧里中也好看
到很多种时髦的女生会侧戴一顶贝雷帽，所以我觉得它的时尚度和包括这顶帽子的经典度都在。那么对我而言呢，其实我喜欢的是当我有所需要或者想展现我一面的时候，我有这么一顶就刚刚好。而且我觉得这 Beret 呢，其实有的时候在服装旅行搭配的时候非常的方便，因为它特别好折叠，然后也不会担心说变形或之类的。接下来最后一对儿，为什么还要放在一起讲？其实没有不尊重他们啊，是因为我之前就跟你们讲说，静姐有两种情况会戴帽子，一种就是要美要美，一种就是很懒很懒。这三款不同的帽子主要的功能对我来说就是真的超级的日常，适合你任何的服装搭配。当然了，就是不太适合 dress up， 就日常的服装搭配，并且它们的功能就是为了我遮丑，要么没洗头，要么昨天没睡好觉。那么前面这两顶哈。其实我觉得 baseball hat 真的是适合的人群，就是男女老少皆宜。而且我们会经常看见一些纪念品商店里面就会做这样的帽子，为什么？就是因为它人人都可以戴嘛。那我自己因为我的主要功能就是来遮丑，所以我就选了一个最不容易过时的，然后最好搭配的这种中间色，就是一个做旧的这种灰色，特别逗。这个帽子我应该是去年买的吧，因为我觉得这样的帽子几乎款式没有什么变化，就是这种季节的颜色。然后另外一个姐们那天也戴了，我说哎呀咱俩买了一同样的，她说她好像是五六年前就买了，买了一纯黑的，然后风吹日晒就自然变成这种颜色了，我觉得还挺好玩的。所以我觉得这帽子估计可能就再戴个四五年，可能能变成一个更浅的白色这种颜色。然后对了，像这样的帽子它后面就是粘扣嘛，所以它其实帽子的大小都无所谓啊，我戴啊，我老公戴啊，或者是我的小朋友戴都可以。然后我比较累的时候就把帽檐搭得比较低。然后这一顶呢是 Gucci 的帽子，其实这顶我当时选它的时候就是因为喜欢它的这个彩色的这个七彩的颜色，我觉得非常的开心。然后另外其实我觉得像帽子啊鞋子啊这种小配饰上的这种 logo maniac 也很好看，很好，就很可爱，不会觉得说哎呀太多太 overwhelming。 然后而且这个是其实比较适合夏款，它也是粘扣啊，但是因为它整个的这个帽身就比较的深一点点，比较宽一点，所以对我来说我就得把这个粘扣调得比较紧才能架在我头上。但是呢我觉得这样的帽子很适合夏天啊，或者你头发很密，就是很容易出汗，我觉得这样的就后面有纱网的这种就很适宜。然后除了这两顶呢，这一顶如果你们看我前两期的这个蓝色穿搭的视频会知道，这个帽子其实是被我自己手改了，就是我把它那个蕾丝的和那个珍珠都卸掉之后，我发现返璞归真才真的是硬道理，就是它真的是能戴的几率超多。我发现就这简简单单的一顶这种毛线帽子，它真的是360度哪个角度都可以戴，然后并且特别的有型。就是当然了，我觉得戴它的时候呢最好还是要洗一下头，至少你的这个发梢的这个地方有一些发亮，然后戴上会很好看。我之后会配一些街拍给你们，这个我真的超喜欢。我觉得如果你觉得这个帽型适合你，你也可以多选几个颜色，而且我觉得它的这个价格也比较的便宜，我没有看到说什么就一定要非要买多贵的。当然了，如果好一点的羊毛材质它就不会那么的扎，或者有一些是羊绒的。然后接下来这顶渔夫帽，其实渔夫帽呢在这个1900年的时候就已经就有一些很流行，或者大家被大家知道，它其实也是很有历史的，就是爱尔兰的这些渔夫们啊或者农民们啊戴的这种帽子。为了因为当时呢就是欧洲人很讲究帽子的礼仪，但是呢就像这些工人们啊，就是农民啊，或者在种地啊，或者划船的时候 ，fisher 打鱼的时候，就是很经常会下雨嘛，所以一些很好的这种毛衣材质就会就是戴坏了，不适合。那么当时这种渔夫帽更多的是用一些 denim 啊，就是牛仔布啊，或者这些这种 canvas 就是牛仔来做，所以它其实很就会有一定程度的防雨，并且有一些比如说你干活的时候掉到地上沾到泥了掸一掸然后就下去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帽子当时是因为很功能性，然后并且呢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帽子本身就是很好的去你装到大衣里面呀，就当时这种设计的结构就是跟我刚才的那个 beret 有点像，就是你出差啊什么的很方便携带。那么对我而言呢，其实我选它主要是我觉得它是一个流行的元素，就是前几年的时候有一股这个渔夫帽的风潮，那么我正好呢因为当年这一季很喜欢紫色，所以就买来了。其实我觉得这个帽子呢也不用非得选很贵的，或者说如果你想投资一两顶品牌的话，它也不容易过时，一个是流行元素总会回来，另外其实日常戴的话呢其实它也是比较适宜的，戴的频率很高，所以也是蛮推荐给你们的。好啦，宝贝们，这是这期帽子的集合分享。如果你们有一些喜欢的帽子品牌或者款式推荐给我的话呢，欢迎你们在视频的弹幕和留言区告诉我哦。爱你们，我们下期见，拜拜。